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好高兴咧，又再次同大家见面啦。咁今日我要讲解一个招式名称，叫绞手贯耳。咁啊，绞手贯耳咧系一个比较进退同一时间进行紧嘅动作嚟嘅。咁啊，究竟招式系点咧？先睇我哋一个介绍。刚才大家咧睇过我哋啲示范啦，咁其实呢个绞手贯耳里边咧系冇硬性规定嘅，左手右手顺势就得嘅，咁啊只要咧系个次序咧能够做到，不管你系左手右手咧，同样系发挥。咁但喺个招式里边咧，我要留意一个就系话我哋嘅马步，包括我哋嘅要退几多咧，或者我哋移动，我哋点样外移，令到我哋嘅马步咧更加大，加快咗我哋腰力。嘅發揮咧，咁呢度咧或者我要請阿崔教練咧，再要嚟同我配合一次。好啦，對方嚟嗰時，我哋一、二，好啦，二步將我身體咧橫向，咁咧就方便我哋個腰間咧係發力打出去嘅。希望大家咧係中意頭先我哋嘅介紹嘅。咁下一個禮拜咧，我將會有一個。全身動作咧，再介紹俾大家嘅，就叫做十字拋錘。咁希望大家咧繼續留意收睇。